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 OK， 现在我们要玩的游戏是神魔之塔。那现在我们要挑战关卡是我们无法释怀的恨地狱级，我们的失去至亲的怨念孤鹤鸟。好，那我们来用火系带来解两成就。确定一下，两成就达成的料件是队长队友都是神族，队伍中只有火属性成员。那我们用火系大打打看，消除腐蚀。好，我们用这队九风网的龙科。然后这一关的话有第几关啊？一二三四五，等一下，第五关的时候需要一个破防的角色，因为他的防御太高，好像是一千万吧。好，我们稍微洗个技能。这天降，好，好，就是要破防的话，你有乌列尔是最好用的啦，不然引用我们的八仙系列抽到那一只也可，那个叫超过旧嘛，超过旧其实也可以啦。然后或者是说硬打过去应该也是可以，不过因为第五关的紫叶蓝鹰是水属性的，所以我们用火系大的话很难破，所以我们要搭一个。我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，就是变成木战场啊。我突然忘记名字了，等一下来跟各位解说一下是哪一句。啊，洗技能。然后完关的话，恶血会消除技能，但是附加效果的效果是不会被消除掉了。OK， 是我们带陀螺是没关系，先有技能就开，它是不会被消除的。OK， 有了，三回合九回合三，再洗一个就好了。然后你要带一只可以把。转绿星珠的角色，所以我这边又带了阴仙珠，我发现阴仙珠真的蛮好用的。看一下，没装好，怎么过吗？不会过，再来一波。这样，然后希腊神跳了就开。这样星珠够吗？应该是够了。好，这边的话要消除一粒新符石，可以扣除敌人10%的生命力，所以至少要10颗。那我们开阴仙座，一二三，有了，这个已经10颗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好。然后这一关的话是燃烧扣10%的血，可以被打几下？1234，
哦，这种也很难转，我很讨厌这种的。V937可以被打两次的、啊。这样。我、哦、还有血友会回来。过了吧，差一点。1、2、3，哎呦，好，有了。好，然后这关流，哇，这也太多了，流水珠。然后因为大师很容易转错，所以我带一个老人，不过老人还没跳，我们先绿一下珠子。啊，被绿，应该可以过了。那现在我们再开一次被绿，然后我们要开乌利尔。第一个效果，无视全体敌人的防御力，然后可连同行动外旁边的扶持消除，所以你外面空空外面有水珠也可以消了，所以这个还算有良心啊。开老人，老人，然后转个这样。可以吗？好，过了。好，附加效果消除了。不是附加效果啦，是那个重置技能。是他夺走我的一切，这份仇恨岂能忘记？是谁呢？好，这边的话会有那个叫什么？连附移动扶持所触碰的扶持，被连附的扶持已经触碰，即时停止移动扶持，但他不会残留。想一下，不好转呢。好，过了。公安，其实这边我有想过说，我要不要先打一波，看会不会死掉。你想说洗个技能啊？要洗洗看吗？试试看，不要太多啊，9个，哦，好凶哦，好，要开动哥了。天价很少哎、欸，真是。
啊，24000，而且场上还没有火珠，真笑哎、欸！啊，过了，呵呵，太棒了。然后两成就有拿到，我必须生存下去，才能为夫君与孩儿报此深仇。好，孤魂也拿到了、啊。那大师有空再讲一下这只角色的技能卡，要不要刷？好啦，看下面两成就应该是有啦。火希腊还算是好通关的，虽然我也是打了三次才知道怎么开技能打比较好打。好，火属性成员跟队长队友都是神族，然后记得要通关三次哦，因为有动态造型可以拿，大家不要忘记了。耶、yeah, ，拿到了！耶、yeah, ，传输级。好，然后那我们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我们，欢迎到频道左上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追踪最新的消息。右下角有铃铛跟订阅按钮，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，你就随时追踪到最新的消息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